有吗？有画面吗？没有画面跟我说哎、欸，走吧。有新人进来吗？好像没有。呀，我这次要走左边，走右边啊！我上一集是走左边，走右边啊，完蛋了。你丧尸今天不知道去哪，六六六六六六。看来是这边没错，等一下啊。老江湖了是不是？我有自己有一套方法的，你现在在摸啊，等一下。你现在不是在摸的吗，兄弟？那他有很多两张符，对，没错。噔噔噔，徒弟，你还是算了吧，徒弟。你不要自己立 favorite 比较好，就是真心建议有没有？你每次立 flag， 然后你就炸了，怕爆。我还是觉得我那个船好可惜哦，他就让你躺在那边了，好难过。平安回来了、欸，五个人哎、欸、，nice。那我那样做是对的 ，OK 可以。哎呀呀，每次东跑又要西跑，西跑又要东跑，我的天！迷之自信砸进单挑，不要接近我的工作区域，要主动出击，六六六六六，不愧是老江湖，是不是？搞好人，要想要摸鱼，先搞好人际关系，是不是？我天！好，可以啦，没问题啦。我们这次要走右边了。哇，阿公，
阿公回来，阿公，阿公，你不要每次都想不开，阿公，我每次还载你回来。下车。房间农民没有啊，阿公不下车，真的，他就很喜欢就这样子坐在我后面的，每次都这样。是啊，快，扣完的鸡鸡，可能哦。然后这边的纳米要拉后面一点。工作蛮开心的，所以不想换工，就是有一块的环境很重要，是自己喜欢的工作，那很好啊。那不用想要换工啊，我觉得这样子很 OK 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呀，我家狗狗嘞！哦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又被抓住了。噔噔噔噔，你们觉得我可以活多久啊？我觉得我真心觉得我自己活不多久哎、欸。我在讲什么话？我觉得我自己很快就死了。最后一个礼拜，我已经活的 XVII 是多少啊？十八天吧，是吗？是十八天吗？好像是十八天。已经变成神枪手了，不错。阿妈下车了、欸，不是阿公下车了、欸。应该还行吧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因为这一个，你看嘛，那个难民村每个都很远，而且我是要抓准时机把他们拉回来，不然的话根本拉不回来，超烦。我很讨厌抓时机，超烦，时机很难抓哎、欸。因为那两个，你看他们这样走哦，大概是走到这边的时候，这个门已经是开了。然后出兵了，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差不多可以到我们那一边了，大概吧。
那台风太难抓了，个人觉得。哎，我回来了。你看这边的，这边难民好像没有走得回来。哦有哎，走回来了，走回来了 ，nice nice。我还问他们怎么没走回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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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走回来就好。哎呀，所以明天还要再去右边，就这样反反复复。那个弓箭手应该就很多了。但真心难玩。干嘛很累？还好吧。四处跑跑，对，这一场不能啊，这一场就只能四处跑跑了。你想要稳定，我又没阿嬷，有阿嬷的话我就可以一直待在家了。问题是我没有，所以就只能就是东跑西跑这样。哇，你到底可以挣多少钱啊？只要有钱就可以找你了，是不是？后面都要满了。可怜是路吧，四处跑跑要带着那公司，什么东西？哦，对我路很好的呢。哇，那个又跑到外面去，等下被打着回来，还不回来？我去，他夜战于外面出去，这家，你当自己是诱饵是不是？就诱饵好吗？他们也会来好吗？我天！哎呀，我忘记一件事情了，我要跑回去了，我的天！枯老密钥，你们可以不要一直想着把我这条路当成枯老密钥好不好？算了，之后再做吧，太迟了。真的是。也太快累了吧，快可以做标本，你们才是虐待动物吧喂。怕爆！更他们太远了，挂挂，好，呀，好，走吧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你很爱护动物，怕爆！看到这句话，可信度好低啊。噔噔噔噔，默契很早就在了啊。
这边的难民慢慢的走回来了。就鳗鱼饭，我的天！你算了吧。巴拉巴拉巴拉，哇 ！X 是多少天啊？二十吗？所以 X 是神吗？其实我有点不太清楚的说，有点乱。所以已经过了二十天。不错哎，蛮快的。走吧，狗狗，我们这边就完了，不要再废啦，回家啦，安安哦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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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又看到这个可怜的船，他们这次不是撞上来了，而是直接给他沉下去了。天啊，超可怜！我还是很怀疑这些人到底怎样开船的。哇，这边难民没回来吗？有有有有，吓死宝宝我了。哒哒，画什么？我脸的更新什么？丰收季，丰收季，丰收季 ，Adam Festival， 下个星期。我攻守多到爆炸。丰收季不懂哎，他们是都打地藏王、钢龙一起干吗？绝对会干啊，不用问这种问题，绝对会干。哇，神小兽的香肠不想跟我一组了，我懂了。
收留啊，来啊来啊。我们可以把血壶丢出去吗？哇塞，这也太快了，秒杀，全部被秒了，我天。稳的稳的，我们这边一个混分主播，你对我所有有什么意见请说请说。好，要出门了。哇，你还是要开祭坛，什么东西？不开心就互相伤害，可以可以。好像有点太早送他们过去了，尴尬了这一次。好，走吧。会傻会躲，我跟你说，跟雪狐那一种人玩呢，最好是不要玩捕食，你会痛苦到爆炸，绝对会痛苦到爆炸。所以跟他玩的时候呢，就放他去死就对了。你都不用理。妈的，你有看过一个冲枪的一直要补血的吗？他是我第一个看到的，怕爆。身为一个冲枪，每天需要补血，我靠！你到底是冲枪还是什么啊？你还不如拿太刀。他打防御枪，他还是要死啊！重点，冲起来跟长枪一样啊！能坦能打，只是一个是还能炮啊。我在想要不要算了，随便啊，算了，不了。冲啊！冲枪啊！那个不是桶好不好？你自己打冲枪出来。全部在打冲，巴拉巴拉巴拉。有墙壁阻挡这种弩就完美了啊！墙壁阻这种东西，你别说啦，雪狐，我等下就跟暗玉说，以后都不补你了。加一玩一种那种挂机流，有没有？
那你自己保重，好像不错。哎呀，我老板又玩魔物，有时下班就是帮忙打，什么鬼东西？没差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喜欢你这句话 ，OK 的。你自己补就好，你自己补，你就知道你自己多难补了，好不好？贝叶我们也不帮你补了，贝叶你自己加油。这边纳米没过来，完了，我又是接错时间了，好烦。哎呀，血糕安安哦。哇，二三天了。可是我们办法打倒那么多只魔物吗？有办法的啦，没事没事，我都不担心了。肝这种东西不存在，好不好？被打死哎、欸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好，稳过稳过 ，OK 的 OK 的。现在两个可以混分了，可以可以。混起来，混起来！很爱过，很痛过，这游戏。你要活多久才能过关？很好的问题，听说是50，我现在才过一半而已，烦死了。但也听说完全没目标，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个。
没人和你玩就自己打。哎呦，酷酷哦，酷酷哦，喜欢酷酷哦，喜欢喜欢酷酷哦。这两个等下会死，绝对会死。那两个那名等下绝对会死，相信我。太早太早放他们回去了。很爱过，很痛过，我们为了彼此而活过。你爱我，又抱着我去让我看不见星空，我们都没有错。是可可，我的世界早已经不是以前。你不用加线好友啊，我有开机会手进来就有人了啊，很自然的就有人了。哇，来不及！我觉得我还可能还需要多一个。那台就是一个交流的好地方，对啊，可以在这边交流，没问题的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哪有抢钱？怕他们收税而已，收税增加人口哎、欸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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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看这小家伙，那我钱拿了那么爽。阿公又坐上去了，没有，阿公是下车了。OK， 不小心按到他。嗨，好。又可以赌真赚，看他厌世也心情很愉快，六六六六六，这样很可以，这样很可以。